大家好，我是实地探访社会百态的毛毛。我听我邻居说，我们家附近的万达疫情导致了60多家餐饮店倒闭了，所以我想带大家去看看是不是真的。好吧，跟着我的镜头一起走吧。我们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停车场车很少，这是万达的停车场，平时车很多的。我们到地下2层停车场去停好车。没有车。现在大家疫情搞得大家都不出来了。这个是上扶梯。我们已经到了商场里面了，上去就是商场，我们去看看现在商场的人流量怎么样，生意怎么样。真的很少，阿迪达斯。家东北工厂都没有人，可以了，这些生意很好。
火锅，现在倒闭了。他家的火锅呀，可是鲜的叫人眉毛都快掉下来了。火锅营养香，在一米一份，完全可以充电。他说他是全新升级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升级。商家。